台南知名春卷一早已经涌现排队人潮，排队民众顶着大太阳排队至少100公尺。排队人潮越排越长，老板娘包春卷手速超快，完全没停过。因为清明三天不营业，加上一人限购20卷，公告一贴出，涌出排队人潮抢买春卷。你是要买回去拜拜用的？对，排多久啊？快2个小时。卡位买春卷一等就是2小时。老板娘表示，为了因应人潮，加派人手7个人，每天早上3点备料，一直到下午4点收摊，但排队人潮没停过。对我们来讲，压力是很大啦。从早上就从我们里面的小姐就半夜就开始工作了，增加将近7、8位。清明节吃春卷，更有人一口气买20卷，买回家冷冻再拿出来拜拜。而买春卷排队人龙几乎每年上演，让60年老店的知名春卷再一次爆红。记者赖冠璋台南报道。